哎，你们不觉得下雨也很阿脏吗？哎，为什么我们只有你一个人搞成这样？我们全部都正常哎，对啊，就不喜欢淋雨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淋雨会掉头发。啊，对对对，合理。对，他要保护。你以为讲那么小声，我听不到吗？啊，你有听到啊？废话，你就在我的眼前。他现在还在在意上次胶带撕下来掉那个几根。对，我想现在头发都很珍贵，很珍贵，很珍贵。我们到了这个年纪，你不要想说你们现在还很茂盛，我告诉你。哎，我们这里面有一个人讲了，你会更生气啊！他头发多到把头发拔下来变胡子。有一个人多夸张，他把头发多到说我要分一点给胡子，他还直胡，他还直胡，直胡。哎，你那个直的真的，老实讲，长出来还蛮帅的耶。对啊，就是有那个男人味。既然都当谐星就在卖笑，我就干脆直胡卖。就还是有胡子这样子啦。对啊，好啊，鞋子有缺吗？我可以拔一些给。我别人可以捐吗？不是，我问过了，不行，不行啊，不行，要用自己的。因为你植发的话，你一定要用自己的毛囊种自己的空的地方。嗯，别人的毛囊来是没有办法的。那我觉得你就要把比较浓密的地方拿来植。对啊，所以一般人都会拿后面的来种前面的。那你比较浓密的地方，我觉得你全身上下最浓密的是他的眉毛。没有，男生啊，鞋子会变卷发。男生一毛也没有，反正一毛没什么功用，你用一毛拿起来植好了。为什么啊？然后卷成这样子是能看有啦。为什么我们已经跑到执法这一块了？好，肚子好饿啊。